自行车登山赛的选手一一冲回到了太麻里金针山的终点站，终点站旁笑容甜美的许小姐跟着大家迎接选手，却不知她也成了摄影师拍摄的焦点。是要拍谁？选手加油！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来自粗鲁的参赛者林奕翔早已和主办单位偷偷的策划了一场求婚的计划。新娘还不知道？目前不知道。那为什么会选在今天要？我觉得就有一点点爆点。自行车登山赛所有选手完赛后，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和主办单位默契十足，将被蒙在鼓里的女主角请上了台。而这时，台上台下欢呼声四起。要不要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啊？什么特别的表示？哎，哦，来献花喽！吓一跳，因为以为真的就是没有求婚了。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只有你不知道。真的吗？大家，主办单位也知道。真的。一场自行车登山赛，选手挑战金针山，也挑战自我，更选在这场比赛当中制造浪漫。选手成功抱得美人归，也让金针花季系列活动促成的美事再添一桩。东台新闻林婉珍太麻里乡采访报道。